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双平台推出的微观次元。好，进来，使用插座感应灯进入传送门，这移动速度还算普通。那我现在要进去传送门了，哎，会滑哎，有点滑滑的 ，nice。哎呦，他们要打两次，没有指向，没办法指向哎，他完全是按照你的方向去进行砍劈的动作。好，我进去了。每五层会出现补给站的，我要提升什么？进攻力好了，看能不能打一下就秒掉了，打两下有点不够帅气。OK， 哦，好啦，如果你刚好遇到连续假期，那你这款可以试试看了。哎。我怎么没办法攻击啊？哦，在新手教学啊，嘿嘿，多了一个防御，更安全了。好啦，防御值还有归零的，还可以装备防御值。哎，打掉了，有防御其实帮助蛮大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进行炼金。那角色还有一些啊，还有背景的风格啊，这些都粉色系的，还不错，清新淡雅。进行强化升级。哇，墙外还有秒数在倒数的哎！啊，冒险模式啊，游戏还是很新啊，有一些还没有推出、啊。喂，我强化过后，那输出变很明显嘞！啊，什么远传电信这边打扰到我的走位，我这个拉这个打，子弹急退，攻击急退。移动加速，好，我们移动加速好了。那攻击击退感觉起来没有想象中实用性那么好，感觉起来啊。打我其实不痛哎，我这样子往他的身上撸就行了。
哎、欸，要看独条的，有我独条，如果没了以后也没办法攻击。有几关啊？是不是可以先结束一下了？哦，有 boss 了，太好了！有毒条，所以我留一格就要跑了。留那一格最主要是以备不时之需啊，搞不好后面要用到防御之类的。好像马吉哦。还分裂嘞！我靠，还分嘞！他这样子打我，我就狂喷血了，丢人哦！小看他们嘞，来来，所以击退还是很有用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想要退出去了。所以这算是微生物的一种主题吗？攻击，抽，防御也抽一把。目前开放五只小色啊，可以试用弓箭呢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忍者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用一下最贵的这只好了。防御是一样的。哦，砍的速度很明显变快了。还不错，其实游戏本身还算是相当有创意的啊。目前我开放的装备就这些啊。好，我哎，攻击力没有，还是要抽啊。好吧，游戏就试玩到这边咯。那其他像休闲类跟对战也还没有解锁出来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体验看看。大家拜拜。